你说不科学吗？之上大说我想想，这是超科学。他、哦、不但科学，是超科学。大败于失火其甚终于黄始隋人以后世者守之环而献之极权于其遂叛臣以待命于公子光景于其众曰丧先望之臣周起为光之最重亦有焉请及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列者三人遣于周策曰我夫黄德对师业从之三夫皆敌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林师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说肝癌的人在哪一个季节容易过世呢在秋天因为金克木春王三月金克木就说秋天是金夏午克木木那肝是属木是这个原因人啊、嗯，那肺呢？肺癌，肺呢是属金嘛？哈，是说肺是金，那金怕什么？怕白骨，怕火，哎，火克金。是那我一般讲，火是金，它是夏金，它的金怎么讲？现在就是夏的帝王是，所以很多肺癌的人他会觉得不舒服。哦，哎，这就是我们相生相克表现在三月桃平病症之间的。是，如果说知道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话，其实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给癌症患者或者是。